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范文芳。身为一名演员，我常用华语传情达意。现在身为一名母亲，我希望我的孩子学好华文，爱上华文。想知道我是怎么让我的孩子乐学华文的吗？今年我将在母语学习论坛和大家分享我陪伴孩子学习华文的点点滴滴，大家可以通过屏幕上的二维码预先报名参加我的分享会，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第十二届母语学习论坛将在8月26日星期六于新达成国际会展览中心举行，主题是在母语乐园中茁壮成长。当天将有一系列精彩有趣、适合儿童和家长的母语活动，千万别错过。你也可以登入 www.mtls.edu.sg 了解更多有关母语学习论坛的详情。我们到时见。雨和风沙